一天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带点回去。你那算啥呀？我昨天晚上就来了，还我还托了铜福楼老板的人情了呢，现在都等两天了，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的花露水已经都卖完了，现在可是一点库存都没有了。我们会抓紧生产的，你们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等了两天了，这等一晚上，怎么等了两天都没有？什么时候能有啊？这什么时候能有啊？我没说是骆驼，我知道，我是问这是干嘛用的。小侯爷吩咐给二夫人加营养。加营养？哎，加什么营养啊？夫人最近怎么没有去参加什么诗会啊？都怪夫君，夫君以为做名人有什么好的，人都烦死了。夫人不乐意参加就不参加呀，其实跟那些文人在一块有什么实际意义啊？都是闹闹哄哄、张牙舞爪的。身不由己，搞出不胜寒。行了，别装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让下人买了两头奶。这到深秋了，你跟二女也该好好补补了。补身子倒是其次，起身的卫生巾用完了。好说呀，为夫再给你多做个十几二十个，让你用痛快，好吧？用了夫君的卫生巾呀，舒服多了。夫人到了，您慢着点，慢着点啊！二夫人辛苦了，您的加餐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回来呢。钱叔费心了，我还有事儿急着要跟老爷说呢。二夫人，您忙。二夫人，我让把加餐送到后边去。胡先生啊，这每日上门的人可真不少啊，看来花露水的销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何止是销售没有问题啊，像这样的作坊再有十个怕也是不管用。胡先生，今日比往日回来的早啊。二夫人体谅我这把老骨头，把作坊里的都交给老四了，让我早回来了一会儿。今日回来的早，要不咱老哥俩摆上一盘？好啊，听说最近你的棋艺有所长进，老夫还真得领教几盘。请，老兄何必客气呢，请。赶车还行吗？车赶得好，谢谢老爷。还假客气，现在你业务忙，必须得给你派个专车。老爷，你不知道，现在来购买咱们花露水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我们的产量根本满足不了需求量，每天坐在门口人山人海的。胡先生都说了没有货，那些人就是赖着不走。那你限时限量的卖啊？哎呦，别说批发了，现在连零售都来不及呢。那你就再建个作坊，规模大点的，地皮咱们出。生产的资金呢，什么就让老四回陈家庄解决，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。我看胡先生倒是挺上心的，让他做个会计师。胡老哥，咱老哥俩在侯府也有二三十年了吧？嗯，有了，小三十年喽。哎呀，三十年呐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在外边看着侯府高门大户的，其实咱哥俩心里清楚，老侯爷临走的时候说不让小侯爷入朝为官。哎呀，这侯府的经济情况你我是最清楚不过的。这侯爷父烧你吃的了还是烧你穿的了？你的日子不还说得过去？困得很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去年我的一个侄子要去域外经商，从我这里支应了本钱，谁想到这臭小子不是经商的料，
到了那儿就让胡人给骗了。哎呦，这是林老拉回来半车混响，现在还压在手里，恐怕要烂在这儿了。钱管家的意思是，嗯？小侯爷、大夫人、二夫人，杨奶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嗯，给他们端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可是现在最有营养的东西了，生津止渴，补气补血，喝了还对你们女人皮肤好。赶紧喝了啊，一人一碗，干了。哎，哎，对，喝呀，像二女那样，大口大口的喝。喝呀，再喝一口，你看，哎，都喝完了。好喝吗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吐奶了，夫人？饿死了。二夫人经营的那个，什么什么水儿，效益不是一般的好，对吧？这个，咱不可能乱说。是他陈家求咱画一块地皮，在那里盖的作坊，小侯爷是看在夫人的面子上同意了。可这生意嘛，和咱侯爷府是汤汤水水的关系也没有。咱们呐，可不能拿着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。陈家人刁钻，夫人怕他们在庄户上惹是生非，才让二夫人跟着操些心。这夫人不是也从陈府上过来的吗？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我说你是老糊涂了，这夫人虽说是从陈府上过来的，现在啊是咱侯爷府的家主，这娘家嘛自然也就成了外家，不盯紧点啊总是不放心的。对对对，往后我还跟着二夫人还要每天都过去视察的。哎呦，你看我老糊涂了，老糊涂。哎呀，既然胡老先生每天都过去视察，那一定和陈家的关系是很好的。还请胡老先生给从中斡旋，给我买一些那个什么什么水儿，让我那侄儿也去倒腾一下，没准啊能把那折了的本钱能给捞回来。你看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。这个好说，用多少，老兄您开口，我去跟他们说。这样，现在呢，我手头紧得很，没钱呢。要不老兄你也别为难，我让我那侄儿啊，把那半车的魂像推过来，压在侯府做个抵押，等日后啊有了进项，我再还回去。你看，这个事儿要跟二夫人说啊，准没戏。老兄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堵在作坊门口等着拿货的那些个人呢，就差没把他房子点着了啊！哎呦，这咋整？这不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呀？嘿，你先别着急嘛啊！哎，我看这个事儿啊，得直接跟小侯爷说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抽空到小侯爷那儿先跟你探探口风。哎呦，我先谢谢老哥喽，谢谢谢谢兄弟兄弟。哎呀，朱大夫，他到底得的什么病啊？小侯爷，恭喜小侯爷，贺喜小侯爷。恭什么喜啊？侯爷，夫人有喜了。啊，我儿子只要一落地就他奶奶的是个少爷，等将来还能继承我的爵位，成为新一代小侯爷，根本就不愁生计，荣华富贵那都是胎里带来的。夫君，夫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是捷豹队和标虎队的比赛，这场比赛是本年度最后一场精英比赛，十分的有看头。
为什么说十分的有看头呢？因为秦家的捷豹队在以往的赛季里常赢在手，大刀阔斧，作风相当的顽强，从来都没有出过前三甲，而且还曾经拿过质量很高的金牌、银牌，后来就更是不在话下。薛家的标虎队呢，是去年的冠军队，球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，技术全面，简直就是我大唐王朝的 NBA。今天这场比赛可谓是上山虎碰到了下山虎，铜锅碰到了铁扫把，鹿死谁手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现在场上的比分是16-16，赛事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还有最后三分钟啊，应该说还有最后这么一个小香火头的时间啊。别着急啊，再有一个球，冠军非你捷豹队莫属啊。一个球了，哎，要是败给标虎队啊，我他娘的解散了你们，我和西北风，放谁？告诉你们那个大哥别缠球，传呐！大哥，传球，传球，传球！传中，传给中路的 S。好，现在由捷豹队的 S 控球，这个 S 非常机灵。我们现在看到他把球打到了边线，球在长博的脚下，这个长博有点笨，哎，向前拖拖，对对对对，快离！进中线，好，好，你小子真把球给丢了！哎呀，哎呀 ，S 又接到了球，铲球，好，哈。还是他妈矮子灵巧啊！哎呀，对对对，现在大哥控球了，大哥把球打稳，准备传中，传中，传啊！好，好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注意保护，坦克断球了，好，坦克继续往前，继续往边线，啊，往进去去，80米远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周大夫说的当然是真的了，以后夫人就需要一个专人照顾了。这作坊也够你忙的，夫君又要兼职做人家的教练，这做了成家的不说，又被秦家拉去帮忙了。哎呀，有我照顾您呢。你我怎么指望得上？作坊的事儿那么多，又要扩大规模，也够你忙的了。那还不是有老四和胡先生吗？胡先生一个老头子哪里方便啊？这老四虽说有心计，但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做事粗粗拉拉的，我可信不过他。她可是您的亲妹妹。亲妹妹又如何？我看不惯她。小侯爷回来了。您是先洗澡呢，还是先用饭呢？饭菜我都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您发话啊。这种杂事就不有劳您了，跟平时一样了啊。小侯爷，今天庄上杀了羊，我让他们送过来一只肥的，不知道小侯爷喜欢怎么个吃法。羊啊，羊好啊，弄烤羊串吧。烤羊串？我他妈真没脸，吃烤肉串被撞死了还不忘这一口。可是大唐没有奸商，谁能想到把羊肉切成那么薄薄的小片片，穿起来烤着卖呢？烤羊肉串是怎么个吃法啊？哎，随便做，也不一定是烤的。平时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请小侯爷试下，到底是煮呢还是烧呢？烧煮都行，煮一半烧一半吧。哎，我这就去吩咐。老爷回来了，喊我去前面呢。这土电话还真是好玩，跟前庭商量了之后啊，就更方便了。老爷回来，外客来访，只要外面一摇就什么都知道了，就连吃个饭也不用下人们扯着脖子喊了。那这个怎么分辨呢？昨天我跟二娘子刚定下的，你听着，老爷回来呢是叮叮叮叮两声，程出来呢是三声，秦玉是四声，如果是吃饭呢就五声。以后这铃声一响啊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吴先生，您干嘛呢？哎呦，侯爷呀，您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啊，先生请坐。哎，谢侯爷。哎呀，吴先生最近辛苦了，这花露水作坊里多亏有您帮忙。
我还正想找您聊聊作坊里的事儿呢。哎呀，侯爷呀，您严重了。这写写算算呐，本来就是在下犯恩的事情，这何来辛苦之说呀？倒是二夫人的精明前干，令在下的佩服啊！他年纪还小，先生做事老练，他有什么不懂的，还请先生多多提点。账务上的事儿交给先生，那我是一万个放心。谢谢侯爷的信任。啊，对了，侯爷，今儿个钱管家来求我一件事情，在下他没敢答应，也不知道当说呢还是不当说呀、啊？哎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但说无妨啊。这钱叔也不是外人，在侯府上效力20多年了，我跟夫人都拿他当自家人一样嘛。有什么难处，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？哎呀，侯爷，您跟夫人真是宽仁厚德呀。你这丫头是越发勤勉了，我看家里家外都少不了你了。夫人这是说的什么话？诚心羞臊人家。啊，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喊钱叔过来，回头让他上您那儿把银子领了去就行了。至于花露水这件事，我看还是免了吧。啊，别再让人骗了去。哎呀，侯爷呀，你真是心疼我们这些老朽，令在下的感激不已呀。别客气了，别客气了。那钱叔他人呢？哎，钱管家，钱管家，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小侯爷答应了，谢谢侯爷。钱叔，钱叔，钱叔，您快请起，我可受不起。钱叔啊，以后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我说就是。其实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前些年呢，我这一直折腾，折腾的全府上下鸡犬不宁的。哎，要不是万不得已，您也不会出此下策，让侄儿下海经商啊。其实这生意还真不是谁都能做的，是是，下回注意就行了。回头上胡先生那儿把银子领了去吧。小侯爷的恩德，老朽记下了。我这就去让他们把那半车混香送过来。哎，您慢点，慢点，您慢着点儿。我这摘仔细了啊。姐夫这个人还真有脑子，也性情。这看着没规没矩的，可就是稀罕。他这影子怎么老在我眼前晃呢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外面买花露水的人又打起来了。那你去给他们送桶茶水，劝劝他们别打了。这正日夜生产着呢，打也没有用。哎哎，夫人好，二夫人好，来，快过来给夫人叩头。谢谢夫人，给夫人见礼了。哎，小侯爷，来，快给小侯爷叩头。谢谢小侯爷大救之恩，前次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呐、啊哎！别磕了，别磕了，别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不是，你再磕我就不给钱了啊！来、哎、来，快把你那个茴香拿来，我看看。你这是茴香吗？啊，你这根本就不是他妈茴香。侯爷，你叫什么？钱四啊。钱四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根本就他妈不是茴香。侯爷，这是茴香，这茴香有好多种，大茴香、小茴香。钱四送的车叫安息茴香，这他妈是孜然。孜然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夫君，什么是孜然？孜然是我的仇家。胡先生，你现在就派人赶紧把这些孜然给我挫骨扬灰，磨成粉末，越细越好，然后给他送到地窖去，让他永世不见天日。钱叔，哎，咱们家不是正好杀了一只羊吗？啊，把那只羊给我片成薄片，越薄越好，穿在竹签子上。快去啊！哦，好好，快快快！怎么了，夫君？有的吃了。哎，突然突然羊肉串，新疆的，新疆的，熟了熟了，要不要加点辣椒？好，我加一点儿。要不要加点孜然？好，我加一点儿。
就是摘了一点这个蒜蓉酱就好了耶。夫君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这是在烤羊肉串啊，这是为父从五木遗书中学过来的。突突突，差不多差不多，你先尝尝。对不对？火候不对呀、啊，再继续，还要继续啊，继续。傅先生，哦，来来。这是小侯爷给的回乡钱。哎呀，如今这小侯爷呀、啊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明白了。小侯爷越来越体恤我们下人了。嗯，这收就收了吗？怎么还给了双份的价钱？哎呀，糊涂了，糊涂了！往后啊，就甭惦记着做生意了啊！哎哎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这亏空回来了，多亏胡先生您的帮衬。哎、来，给胡先生叩头。哎哎哎，谢谢，这可省的，这可快喊他起来，起来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回去啊，哎，想点别的买卖做，别做这小事。哎，啊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快走吧，走，慢走啊，慢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。王子豪如今已名声在外，足球教练、企业家、兵法家，最新竞技城美食家。这美食当前，羊肉串固然好吃，可吃多了一定会有毛病。在下一集里，二女这个丫头就因为贪吃惹出了好多麻烦，而王子豪和公主终于在园子里碰面，二人酝酿已久的感情终于迸发出来。你老这么看着我，没法施展啊。我看我的，你施展你的，有什么相干吗？往事如烟，相思难解，重生眉梢间。